开经本，卷中一百空两面，卷中空两面，对第二行看去。佛告阎罗天主，南阎菩提众生其性刚强，难调难伏。这是世尊答复在阎罗王音啊，说明为什么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众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，会当脱离苦道。但是真短时间，如果对恶道，原因是机性刚强啊，性是讲是性啊，不是讲本性。咱伫个儒家书籍内面啊，所看到，亲像这个明主，伊讲圣贤；孙子讲人性是恶的，这两种讲法，拢是向两个极端，讲起拢有道理。你孔夫子所讲的，就唔是因这款讲法了。夫子所讲的，这人的性是非善非恶的，所以心灵的见解跟心灵确实就无同款。伊讲的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相近，大家拢是同款，非善非恶是相近。讲善恶，拢是讲习性，唔是本性。这点呢，咱一定要清楚。习性，习性也就是佛法内面所讲的阿赖耶识内面含藏的十气精气，这是有善恶的呀。善也是恶，为什么？伊唔是本性。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内面讲的善，善的标准是自性，自性本具的还是善，所以也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也是不善，咱必须要清楚的。讲到六道众生，讲阎菩提可以涵盖六道，六道意味什么？未当脱离轮回呢？为什么未当超越三界呢？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，习气太强。佛在经上甲咱讲，这一切有情众生下心受心，人讲投胎受果报，
是什么道理呢？佛讲失机内面强者成堪。每一个众生是法界的失机当中固着，就算是地狱众生，以后佛的经济为什么会不能做佛呢？他虽然有佛的经济，这个经济力量了啊，你贪嗔痴慢烦恼的经济强啊，强的经济生受报，所以安尼这对恶道啊，佛将这原因讲出来，让家己冷静来思维，确实是安尼啊。所以六道众生难调难伏，调是讲调理、调顺，不容易啊。伏是幸福的失去，幸福贪嗔痴慢的失去，相当不容易啊。这是将原因讲出来，是大菩萨有必千劫滔滔救拔，是大菩萨这句啊，就是指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是在讲无量劫中无离开六道，六道是一切众生最艰苦的所在，尤其是三道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地藏菩萨无离开这所在，也亲像释迦牟尼佛同款，用千百亿化身，滔滔救拔。地藏菩萨化什么款的身呢？不一定，随类化身。咱在一生当中，是不是有拄到地藏菩萨呢？时常拄到地藏菩萨，咱家己袂当觉察，咱起一个恶念，想要做一件歹代志，有人来劝告咱，来劝导咱，迄人就是地藏菩萨化身啦。咱哪会知影呢？所以地藏菩萨随时拢有伫咧，四处拢有伫咧。伊看到咱，咱是毋是通相信呢？是毋是通接受呢？不一定。所以罪业也是在照做。咱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一切诸佛菩萨化身，拢无一定啊！我伫头前甲诸位举出一个例，说明个。感应往往就是刹那之间。几分钟而已，诸佛菩萨看着咱周边的人，
诸位爱知影，鬼神会当附身，大家知影。佛菩萨哪会当附身呢？佛菩萨附身就是佛菩萨化身，在那几分钟当中，驾着任何或者是人身或者是物身。无进步拢会用你啊！只要会当触动你，互你感悟，互你回头，拢是佛菩萨。妖魔鬼怪附身，拢是帮助你作恶啊！看到你作恶欢喜啊，看到你作恶赞叹，那是妖魔鬼怪啊！那不是佛菩萨啊，所以咱了解这个道理，知影这个事实真相，华严经里讲的也敢会错？凡夫就我自己一个人啊，除我以外，拢是诸佛菩萨的化身。拢是诸菩萨的示现来度我呀，度我这个恭敬难怀众生。无论是善人是恶人，是顺境是逆境，拢总是诸佛菩萨应化。如果你会当做如是观，会当安尼回头，真正是回头是岸呐。咱是一生当然会当得到。这一段，这一句经文就是讲这件代志。如是众生早能解脱了。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，希望一切众生早一日得到解脱，就是得到。解是解除你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解除你的烦恼习气。脱是脱离六道轮回啊，脱离生死苦海。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，是罪不忍乃至对待恶处，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，你天我宿世之事。罪不忍是当知六道众生，六道如果就看外人来看，六道天人拢是罪不忍。不但六道拢是罪不，但伫楞严经里看到，释迦牟尼佛讲这的小圣人也是罪不。伊的标准是见性，明心见性，这才是正常的人。无见性，拢是罪不。安尼咱知，依照华严的标准，
依照本经的标准，这部经甲华严拢共款，是佛界内面的众生拢是罪报，乃至对大恶处，这一句呢，就是专指三毒。在十法界内面，五鬼地狱畜生，这是大恶处啊。所以地藏菩萨度化众生的对象，咱就了解了。伊的范围是涵盖十法界啊，十法界内面拢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。菩萨以方便力，方便力证明讲的真多啊，交代个真清楚啊，拔出根本业缘。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？但一定要了解，菩萨不是用神通，神通是未当救众生，菩萨用教学劝导啊，众生做的罪业，伊家己一定爱受果报，佛菩萨袂当代替伊啊。佛菩萨如果能力代一切众生受这果报，伊大慈大悲，应当代咱受啊，但何必就爱修行呢？系拢无需要咯。佛家是甲你讲理的啊，唔亲像宗教，你相信就得救啊。佛家无可能，你信了佛，你也袂当得救。你信菩萨、敬菩萨、拜菩萨，也袂当得救。安怎才能得救呢？你系回头就得救啦。佛甲咱讲这个道理，你是安怎样未歇的啊？安怎样做罪业的啊？安怎受苦报的啊？佛将这代志甲你讲清楚、讲明白啊，你忽然间觉悟了，觉悟了后，你能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也就得到了。咱伫经典内面看去太侪啊，地狱众生即生一念忏悔之心，即生一念善心，伊就离开地狱。可见啊，结当罪业的所在，只要有一丝毫的善念生起来，就破地狱了，就超生了。那在人间，这一念微善不用，人间是善恶混杂的一个所在。这一念微善，那是真小块的代志啊。为什么地狱内面一念微善，那是真可贵的？地狱纯恶啊，那这善念就非常非常稀有，就难得啊，物以稀为贵。地狱众生就难得有一个善念，
真是不容易啊。这就是每一个法界差别不同款。善恶果报无共款啊，所以咱对这个所在来个观察，佛法是教化，是教导众生。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，感悟以后，就会当变化气质。会当变化伊个行业恶报，下面这一句因讲是佛法教学内容啊。佛教众生教什么？天我宿世之事啊！最低限度。佛教咱认识三世因果啊，肯定善恶的果报，善因一定的善果，恶因决定有恶报啊。因缘果报丝毫都未差。这是真切的因果，更加深的因果，这是大圣经常所讲的，念佛是因啊，成佛是果。所以咱就明了佛对于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！开示悟力，《法华经》里第四里，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功能，一句话就讲出来。开始有深浅功协无同，我立也是安尼是。再看下面经文，诸事严普众生，结恶十当，选出选入，罗斯菩萨究竟结束，离作道团。诸事，这是指在六道的众生，因结恶十当，结就亲像咱世间人所讲的总结、归结，作恶不是一生一世。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终结恶习，恶归纳起来，就是贪嗔痴三毒啊。所有一切恶业拢对这三条发生出来，发展出来，
当然就会事业受报。湿是湿气，湿气非常的重啊。所以在恶道里面，这还不是说六道啊。三千道和三恶道选出选入啊，出出离三恶道，你生在六道里面的三千道啊，但今仔日的人生，明天修罗拢算是善道。地狱、恶鬼、贴身，这三个是恶道。选出出离三恶道，选入又个倒去到三恶道啊，选是真紧啊。你实在讲，对立三恶道以后，要出来无遐容易。这经常讲啊，真清楚。这道理真深真阔。在圣经里面跟人讲家真多啊，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，注意一定要知影，如果这个众生对在恶道的众生也善根福德因缘那不足，在诸佛菩萨在恶道里面对这些众生也无可奈何，伊未接受，伊唔肯听，这个事实现象，咱是当理解。为什么？诸如诸佛菩萨。在咱这个世间应化，人道比这个特性道的属性较侪咯。诸佛菩萨想尽办法，是现在世间。你该看世间人有几个人相信啊？佛教对释迦牟尼佛开始，就以外国人计算方法，也2500多年，代代相传，先知识当中。出家在家，大家拢知影，有真多新婚部落，是诸佛菩萨应化再来的。历史上所记载，英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玄德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，地教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啊，寒山拾得诸位拢知影，文殊普贤再来啊，近代印光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啊，这是新婚不落呀，新婚不不落的。唔知要偌济人，因示现在世间，
无一丝毫是为了家己，拢是为众生啊。为佛法救助世间，有几人相信？今下的世界人口，在你报纸顶，到家两千年以后，世界人口已经到60亿啊！60亿人当中，有几个人会去拄着法？现在末法时期，佛法有假呀！不但商品内面有真侪无荒谬，佛教内面也荒谬啊！有几个人去拄着真佛法啦？就是讲拄着真佛法，你是不是当相信啊？这有个道理去真多啊！你信了以后，是不是会当理解啊？理解了后，你是不是当依教修行啊？噶注意讲，一层一层的堕胎落去，所剩落来恐惊的卡无一百人啊！你去看，在人间，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就是这么难度啊，何况恶道？佛在恶道里度化众生，比人道唔知困难偌济倍啊！这么好的物件，伊唔相信，有啥办法呢？伊唔愿意接受啊！就是亲像中国佛法黄金时代、隋唐时代，古今大德。中者技术人数会使讲真多啊！咱伫高精端内面，伫技术端内面所看到的。不过，如果甲整个人口比例来讲，也是太少了。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，可以说发言最殊胜的相中的六祖慧能大师，他老大人当年在世，亲近他的人但做了一个开拓的估计，应该有一万人。经常在的身边应该有一两千人。不过真正成就的但经里面记载43个人而已，真正得到的43个人，其他虽然接受伊的教化，也是会宣出宣入，真正超越六道的，也只有43个人尔。你才知影讲这个代志困难啊，不容易啊。佛讲的这话无唔对啊，南阎浮提众生习性刚强。难调难服啊！咱详细去思维去想看卖，然后卖去管别人，想一下家己，家己是不是难调难服啊？咱家己的这一生是不是得到？因此。
净宗法门就非常可贵，所以一切诸佛赞叹无一道理啊。参禅不是上上根的人，未当开悟，未当见性，未当见性，就也未可变算出算入，也可做些代志啊。我一句讲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会当得禅定，得禅定的人相当的多啊。你会当生欲界天、色界天，最高会当生无色界天。生到无色界天，也未当避免三途的果报，经常讲啊真清楚啊。诸禅天人、诸空天人，命中以后拢对地狱啊。对落地狱以后，寿命比诸空天的寿命也搁较长啊。这是地藏经讲的啊。四空天非常非非常天人的寿命八万大劫啊！地藏经里讲，地狱寿命无尽劫啊，唔是八万啊！八万甲无尽这两个比就袂当比的啊！你该想看卖，这代志足麻烦的。认真想看卖，这代志摆在咱面前。偌可怕！咱今仔日正面道路如何选择？就伫遮，就伫即此时此刻啊！然后你就知影念佛堂的功德有偌大。咱中下群生的人烦恼习气真重啊，家己确实无能力断烦恼，无能力。幸福咱的习气，两转念佛堂是一个压金锣啊，是一个练钢手啊。你真正觉悟了，进入念佛堂，老老实实，我一个念几多年。念到家己决定往生，连这条路就行到了。比宗门内面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迄、那个果报的殊胜去正多。宗门明心见性是甚地位？原教初住啊！念佛堂往生不退成佛。到极乐世界是阿惟越地菩萨了，还没人比啊！阿惟越地菩萨是七地以上啊，明心见性这是初住啊。这种功德利益，哪来干我啊？严格下苦的人，拄到念佛法门机会也无真多，就是讲拄到了不尽如法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咱宽免。各地区的念佛同修有机缘会当来到新加坡基士林来看卖，
咱也唔敢讲，咱做甲真如法。但是，咱是尽心尽力伫咧做啊，可以提供大家做一参考，咱接受大家提供意见，咱这个道场每一个人愿望是不断的改进，希望念佛堂能够最高尽善尽美，如理如法啦。所以咱是开放的，不是封闭的。任何人提出意见，阮拢尽心中的来参考。只要是好的意见，决定采纳。在这讲如是菩萨，这个、菩萨就是指地藏菩萨，也可以通知一切诸佛菩萨，究竟结束离作道团，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，佛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比如非常好，菩萨度众生内心，就亲像农夫种果子共款啊，种个果子园，每一工收成去采，满成熟个，熟个来盛满，也无熟个，搁等几工啊。所以，诸佛菩萨伫六道度众生，生度均色个众生。弥陀经所讲的，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善根福德因缘拢总具足成熟了。什么叫善根？接触这个法门，灵性灵界的善根。什么是福德？以灵性灵境，这是福德，净土宗净就是往生，已经念佛，已真正往生了，已证果了。因缘是拄着正法，拄着善知识，拄着好的同参道友，这是缘分啊。这就好比果子园内底果子已经熟了，熟的成满了，也未熟的佛菩萨搁等待啊。不过，凡那是根熟的众生，不是五年的无量劫的分修。在今仔日成熟了，这机缘非常难得啊，非常稀有啊！咱建立念佛堂，现在念佛堂每一礼拜96个小时念佛，每一日听经两小时，一礼拜有14点钟听经，96个小时念佛。
咱希望这个念佛堂会当永久保持落去，戒行相应。进入念佛堂的动修，拢会当心欢喜心，这予咱真大的安慰。咱知影做个如法，如果不如法，进入念佛堂未心欢喜心，伊念佛真欢喜。佮经过一段时间，咱相信伊一定有成就。现前念的念佛三昧啊，一般讲功夫成片，欢喜充满，也当得到这个境界。就决定得生净土。按伫即个，这一生修学期间，一定爱断绝外缘，这点真重要。凡是在念佛堂念佛，将来未当往生，无别款原因，就是外缘无断。心一面念佛，一面也阁怀念着外缘，这是障碍。临命终时，在一念攀岩到外面境界，安尼又果是酸出酸入啊，这非常可惜。那要避免这点的障碍，必须爱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咱平常也用这功夫啊，拢总放下，唔通阁藏喺心内啊。心内只有一句佛号，业佛念佛，现前动来必定见佛。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咱是一生当中心修清净，关键就是伫遮，一定要知影，袂当将外缘放下，总是障碍啊。佮看下面经文，这是世尊用一个譬如来讲的，譬如幽灵迷失本家，五里险道，其险道中多住野车，虎狼狮子，晚霞复热，如是迷人在险道中，殊无之间即做自夺啊！比如就是比如啦，下面讲的比如，幽灵这个人就是六道内面的众生。迷失本家，本家就是指咱自性啊。迷失了
本性啊。五力险道，五甲五是意思同款的。五力险道，险道就是指六道轮回。第者，特别指三恶道。其实佛家时常讲轮回路险啊，这话讲的真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六道内面拢有邪恶啊？色界天以上比较比较好一点啊，因为有电光。但时常讲的定境界，伊袂作恶，虽然无作恶，无量劫来的这恶习精进，伊拢伫啊，伊无断掉，只是禅定功夫。将恶习的精致给控制掉的，伊无法作利益啊！一旦伊的定力失去了，恶习力量犹原是真强大啊，马上就爆发了。所以伊对恶道对地狱。那一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恶的意念如下者，阿者，这是暂时控制尔，一旦压未掉，爆发起来，那就真可怕。这是同款的道理啊。何况在三道，所以这种现象来详细观察，那现前的社会状况，大家拢明白了。现前社会，咱目睭所看到，耳腔所听到。鼻啊鼻到的，嘴去担到的，但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，咁就是经常讲的夜叉、火龙、狮子、元蛇、伏羯咧。六根所接触六点境界，都将唔是有毒的。都将唔是。都害咱发心慧命的，遍地拢是啊！因缘经里佛讲，咱这个时代，邪术说法如恒河沙，邪术就是假所讲的夜叉、火龙、狮子、元蛇、伏羯。之类的，你看的是这人的款式，心肝内充满着贪嗔痴慢啊！那是生活在这款的环境当中啊。是险道啊！
不是迷人在险途中，事无之间即做主夺，事无是真的啊！现在社会尤其可怕，六七十年前。阮的做囡仔的时代，社会啊相当的淳朴啊。你陆军接触外面的绿田境界，污染真少啊，你看袂到，你也听袂到。阮成长伫个农村，尤其是朴实，十一年下也拢保持着天真啊，天真是毋捌输啊。生活伫个大自然当中啊，迄个时阵当然是真正幸福啊，唔知遮人事啊。第一个时代，民间小礼小仪，这小节拢真尊重啊，拢个真讲究。现代社会变了。唔免讲，即个较算向以前讲啊，就是六十年以前社会，甲现在社会是180度的大转变啊。现在咱陆军所接触的，完全是有限啊。所以咱现在观察现在儿童，只能是一件大事，这件大事是什么啊？天真无咯，伊就虚伪啊，也讨好大人，伊天真的心无咯，也察言观色，来应付大人啊，厉害啊，对都而来，电视而来啊。也袂晓讲话，一工到暗，两粒目睭看那个电视，伊拢学会晓你咯。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对儿女真歹教，为什么？伊知影物件太多，电视实讲唔是一个好物件，伊是一个真好嘅工具。可惜现在内面内容是真害啊！即你甲书，咱拢爱明了啊。经常讲，特别是伫现今嘅社会。咱读到这个经，或者是一字一句，拢是说明咱现前生活状况。刷落看一篇经文，由于知识多解大术，现今是多，乃及夜车诸恶毒定啊，地色，人讲显地色，有智慧，有见色，环境内面一切险恶，伊拢知影，
伊拢明了啊。而且有方法会当解毒啊！你拄着这毒，有办法帮忙你解毒啊！毒解大术，先禁食毒。乃及夜车诸恶毒定，夜车诸恶毒定是外面诱惑啊！乃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啊，外面阁有这诱惑啊，你乃袂做难啊？险道就是咱现在的社会，你伫现在的社会，一忙的之间，你就做诸毒啊，就中毒了。中毒了，将来果报就在三毒。决定是事实啦。诸佛菩萨是现伫这个世间，下面讲佛弘弥林欲尽险道，离故之言，托在男主为何思过？离立出路，有何异说？令这诸多，这个地穴，在这个所在讲，就是指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有智慧，有德能啊。伊确确实实有能力断贪嗔痴，有能力防范外面的邪恶，有能力。伊拄着迷人，迷人就是伫六道内面造作恶业的这些人。既然造作贪嗔痴的恶业，那就是欲尽险道啊！现在你的造业，果报还未现前，真紧果报就现前了。生死了后，必对恶处啊，欲尽险道啊！菩萨看到这些人，他警告伊啊，兔仔是即灭意思，刷落是问伊啊，为什么要行这条路？也就是讲，你为什么因果做这恶业？做恶业这事，正面拢讲真多啊！实在讲，这代志咱真容易理解，可能就是咱日常生活、处事待人接物，一切做作。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？这条路是三恶道啊！心肝里面是贪嗔痴慢，言语造作是损人利己啊！你做这代志，这代志就是你想要入三恶道啊！你入三恶道，
你有何意思啊？意思是方法。你有什么方法会当未受这些毒害？真是凡夫做会到的，菩萨才有啊！而且这些菩萨也不是一般小菩萨，小菩萨也不用的。经常讲发心大事啊，因这用的，因是现在的六道当中。甲只系邪恶，甲讲当顶，表面那亲像甲只个人做作无同款啊，其实心肝清净慈悲啊。也种种做作，帮助一切众生感恩。所以令自主道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念理不念啊，看起来那就是无念，其实心肝内一丝毫都无沾念。这才用的啊，凡夫无这能力，无这能力，就爱会向你远离啊。所以古法时阵修行人，道场为什么建立在山林之处？人卡了无够的所在啊，这就是个社会距离。如果无距离，咱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难免的动念、动恶念、贪嗔痴恶念。所以古早人建道场，一定要建立在深山那来，让你去到那边相当不方便。去到你的道场，你一定是求法。你无代志，绝对袂走去那里面去。所谓是无事不定三宝殿。已拒绝了。现在在今天的社会困难，中国大陆钱易聪明，较早期的时阵非常不方便啊。现在拢开公路咯，车会当到啊，甚至听讲要缆车，佫较方便啊。关山顶面同款有电视，有无线电的广播啊，较早是在距离啊，现在不但免距离，想尽办法来接触，那就是佛在这所讲的，你有何意思令自主导？这两句话对咱现在人来讲真现实啊！咱来将这八字时常会记哩啊！
时常提醒家己，如果无这能力，也是较回避较好啊。咱的道场虽然每一层楼拢有真多电视，这电视甲外界未通，看袂到外面的信息，拢是咱内部恭敬念佛这节目。这是咱道场这做法，时时刻刻，咱来做防范的工作。搁看下面经文，是迷路人，忽闻是故，奉持恶道，即便退步。救出出路，这是譬如众生听经闻法，忽然感悟，知影贪嗔痴慢是家己严重的病毒。知影外面五欲六尘，是不良的诱惑啊！伊真正明白了，真正觉悟，伊知影迄是恶道，起心动念。甲贪嗔痴相应，决定是做三恶道的业。你今仔日做恶道的因，哪有不会受恶道的果呢？这属实来了解啊。所以正善因。的善果啊，做恶因一定爱受恶报。伊知影这是恶道，伊自然就退步了，丢出出路，一定爱将恶的缘断掉。断恶修善啊，将恶的缘断掉，增长家己的善缘，增长家己的善力。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人民将是善的经济先成熟，你就会当往生善道啊。一切善因当中，佛跟咱讲，念佛是第一善啊。尤其是念阿弥陀佛，善中之善啊，无比这个更加善啊。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果报殊胜极点啊！这是个真正顿窍的法门，
所以是行超三界。即心成佛，动心成就啊！伊那是真正明白，真正觉悟，伊就回头。这就是证明，以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，真是成熟了。实在讲，这款人无罪啊！咱个看偌济下苦的人，偌济修行的人，习气也是不断。在日常生活、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拢明显的看出来啊！伊也是有贪嗔痴慢。并无将念佛看作第一啊，念佛好摆在第二、第三，也是将明文利用放在第一。伊这一生有成就，太难太难了，真无容易成就。这就说明伊念佛善根，并不是真强啊。以这个恶习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，这个、一生当中也进入继续成长同款，跟阿弥陀佛结一善缘，这一生也是未当去啊！真正会当去是彻底放下，所以咱。千万不能看不起这些阿伯啊、阿公啊，不能看不起啊，因不捌字，咱看是无知啊，看是真贫贱啊，在社会上无地位，无人看得起，往往这种人真是做福气哦，伊真是放下了。对这世间毫无留恋啊！因念佛会当成功，因这一生佛啊，以为真聪明啊，自以为真正敖啊，结果也是咧变六道轮回，也是咧堕三恶道。所以修道。老师是最可贵啊！咱的麻烦就是无老师啦。想退出，无完全退出了；想出六道轮回。游玩不甘这个所在，对这里面要真多真多留恋啊，就是因为是这个因素啊，所以佛这家修行人告诫弟子以苦为师啊，这会真有道理。如果咱家是真艰苦的日子，对这世间就无留恋了。这也说明富贵学道难啊！你在这里面有乐有享受，有乐有享受，你就留恋啊，你就放不下。你的处理就非常非常困难，所以佛讲的遐话，你细细去想，有道理啊。
叫咱真正放下贪嗔痴。家己安怎呢？啊，液态家己几分啊？迄是一个明白人，是一个觉悟人。那个看，你望完技术是个真好的模范啊！伊相信妖怪，咱大家拢有看到啊。因为什么？我爱虐待家己啊，身体唔好，唔好我就不爱食饭啊。伊也无医生看，伊也食药。定定生活伫个苦难当中啊，对人世间无留恋，正确个啊。我对李炳南老技师十年，老技师一日食一顿啊，伊迄个饮食掉了后，这个饮食没哪能食。伊计是即款日子啊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伊家己煮饭，伊家己鼎甲碗就是一个尔，有一个边个鞋啊，伊山东人爱食面啊，这个物件才是。几边啊菜叶呢？记住迄种艰苦的生活。假使诸位如果有机会去台中，伊纪念馆内面去甲看卖，真热的啊！伊只遗物摆伫遐，衫拢是用布的啊，布真侪布的啊，伊拢穿破衫。啥人甲伊报？伊家己报啊！别人绝对袂甲伊报，伊若摕破衫互人报，别人马上甲等咧粪扫桶，甲伊买新的啊！家己报啊，然后送伊新的衫，新的衫马上强用互别人送人啊！伊受福。你想用的是非常值钱。一点都不会浪费啊！菩萨现身说法啦，咱伫遮看到李木安技师也是这里的人物啦，你甲看伊家己偌尔积俭的。因大众非常大方啊，念念利益众生，这个来警惕呀，来警觉到啊，艰苦一点较好啊。戒经内面时常讲，比丘常带三分病啊，什么病？不是叫你假病？三分病就是吃未饱，穿未少，是教你一个啊，时时刻刻警惕世间苦啊，知影苦叫出离之心，唔知人吃苦，出离未记你去咯。我看下面经文，是善知识提起接手，因出险道，免诸恶毒，只有好道，令得安乐。这是难得拄到善知识。拄到一个好人，好人教导你，帮助你，这就是提起接手啊！
伸出援手来救你一下。将你伫恶道内面救出来，这恶道心恶、口恶、行恶，这就是恶道。你咧自作恶道业，将来对三恶道啊，已经要对到三恶道，迄、那个提起接手是非常困难啊。所以佛道众生为什么特别重视人道啊？人道是你只要对也未对了，你伫地甲门口也未入去，这个时阵甲你救出来容易啊，入去了后无容易啊，救未出来。所以这个时阵如果看到你，你听清楚明白觉悟了，马上回头，回头时间啦、啊。大乘经，这提起接手引出，拢是大乘经典。大乘经典也常常读诵，爱常常讲解讨论。提起大众。断恶修善啊，依教奉行啊！啊，你你这回头啊，回头了后，你决定是达到好道啊！好道是佛道，是菩萨道，这是真正的好道啊！你会当得到永恒的安乐。眼前心安心安，心心安稳啊，心心安稳就发喜充满啊。你眼前所得到的，就是讲这人回头觉悟了，咱阁看下面经文，离古之言，脱在迷林。自今以后，物理是道，诸路入者，足难得出。学顺性命，是迷路人，亦生感动。就叫回头，看伊回头，再敬切伊。敬过，从今以后唔通再犯啦。一定爱严持戒律，咱个戒律免讲啊，真悬，真悬无路用啊，做袂到。最低最起码五戒十善，观经内面跟咱讲的正业三好，最低限度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习善业，最低限度。这是你了道，再修好道，那就修持三规，故教众戒，不怀畏惧，甚至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
读上大乘观进行者，行菩萨道啊。对恶道内面回头起来，转到菩萨道啊，这就是好道。阿弥陀就会当跌落，哎，时时刻刻会记你菩萨的敬贴，绝对唔通搁再行回头路。出路你吃，这是讲三恶道。这个道路你若是搁入去，你就袂当出来了。福顺性命，性命是指发心慧命。严重伤害发心慧命，这个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，感悟了后，对佛菩萨也非常感激。也非常尊重，真正当依教奉行啊！临别之时，地下有言：“若见亲弟及诸罗林，若男若女，言无出路，多诸恶道，宋是性命，无令是将，自处其死啊！”经文到这个所在，拢是比如显地些，在告别时阵，佮特别个交代，你明白了，你回头了，不错，好，你也是爱帮助别人啊，你的亲戚，你的朋友。弟是朋友，你的亲戚好友啊，弟交好友，这是你亲近的人啊。及诸罗林是你无熟悉的人，换一句话讲，只要看到人行三恶道，你就应该个坑啊！你看到了，就应该爱个坑啊！无论是男是女，你爱该讲这条路啊，多诸多恶啊，丧失性命，这真实的，一点都无假啊！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，六道三毒是以变现出来。咱人伫一生当中，时常有病痛，人为什么会破病啊？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肝里面有这个三种病毒，你才会破病啊！你心肝里面无三毒，你哪有可能破病？里面有病毒，外面就邪念。明文利用外六尘是邪念啊，大外结合，你哪会讲袂破病呢？病是对家来啊。如果你的心清净，心清净，心就清净，境界清净，哪会破病呢？
咱看到这个所在有真侪念佛往生的，你无缘技术不甲咱报告，真侪往生的这同修，拢是有地死子，无破病啊，徛咧行，坐咧行的，行去真漂漂，这自在啊！什么原因？内面三毒烦恼断尽啊！这是念佛功夫得力啊！念佛将贪嗔痴念掉啊，将是非离我、五欲六尘念掉啊！所以，伊就得这种殊胜的果报。这道理咱来明了啊！事实，咱看伊真多。现在最重要是家己啊！咱家己是不是会当将三毒断掉？是不是将来往生跟因同款？主宰因做得到，咱为什么做不到？咱时常想看卖，这代志不在外人，完全在家己啊。这种代志，诸佛菩萨未当帮忙。佛菩萨帮咱的，只会当做到开始啊。经典就是对咱的开始啊。为咱说明这事实真相，安怎改变心理、转变境界，那是咱家己的代志啊。咱家己爱觉悟啊，爱建立这个境界，你就是改变心理，改变境界。对现前的利益，身心健康，无论是从自处技术。这是大慈大悲，看到众生做恶业，未当无讲啊，无用于无劝导啊，说法劝导也爱有缘分啊。跟外人了解。这个缘分有力量的起道场，这是缘分。注意想看卖，如果新加坡无基树林这道场，无净宗学会这道场，那就无缘。也都爱知影，客车也爱认识先知先，咱认识，请伊来到这个所在来讲经说法，教咱修行，总是爱有人请啊，无人请，先知先家己袂来啊。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，咱世间人无人拜你啊，也无人请伊啊。在这种情形下，释迦牟尼佛只有入般涅槃啊，只有走了。该在是净基天灵看到，净基天在第四禅。我不还天，那里面的人看到啊，
看到释迦牟尼佛伫菩提树下示现神道，所以因如来代咱祈请。这个所在无论是将自处技术，就是看到咱爱大家的迷人客请清华啦。现在清华的方式多啊，咱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传播，在过去真是非常困难。钢筋丢地有限，用到大众数量也有限，而且在三四十年前连扩音设备都非常简单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现在咱用高科技方便太多了，尤其是咱利用网络，咱看到21世纪决定是进入网络的时代，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将来这个电脑，我相信比他现在手里所用的这本书还更小，还更薄啊。可能小型的电脑就放在你落地下里面，你可以利用这个设备会当收听全世界资讯，必然的趋势啊！这是将来每一个人拢离袂开啊，是你生活当中必需品啊！虽然大人未用无有电脑啊，未用无电脑的知识，咱利用这些传播。所以钢筋的现场大小就无所谓啊，听众最少也不要紧啊。咱东部就传播到全世界，任何所在你一个市一个开关，你就当收听会到啊。过几天啊，咱就外面也会出去啊。跟你在电视所看到都同样，所以网络传播这个趋势，咱相信将来一定代替电视啊！电视成本太贵啊，决定是处理代志啊，电视被淘汰啊。咱现在是做这个工作好做，咱将这个网址改讲就会用你啊，就用佛法介绍好呀，说明佛法的好处，佛法的利益。可以登记出的，按照这个网址，将这资讯查出来。无亲就较早，爱费真多真多来记，非常未方便。现在做方法理性工作，方便太多了。不过，家己
一定要认真修学，要做一个好模样给人看。那不来讲，你介绍会佛法既然这好，你家己为甚不修啊？人的信心就丧失去啊！你家己一定要真修，你家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模样，让人看到你以后是仰慕之心啊，是欢喜心，伊才相信啊。这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咱要将佛法介绍别人，大心爱将佛法的形象做好，将招牌做好，真水真好的包装，咱看就欢喜啊！这真要紧的一件代志啊！那就是家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啊，一定要在修行当中得到成果。咱介绍给别人，人家肯相信啊。咱确实对到恶里面回过头来，得到真正胜利啊！可以明显的觉察到，伊才肯相信，伊会当回头，咱才会当修的效果。搁看下面经文，就是法合，从正面的比如。合教菩萨教学上来讲，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，救拔罪苦众生，生人天中灵寿妙觉，是助罪众低业堕苦，脱得出离，永不再劣啊！这里在，咱即阵无写这款字啊，无写这个字啊。古早时阵，这个在字，甲即阵咱讲的再来在，是同一个音，是同一个意思啊。啊，这是讲到本文里，地藏菩萨。大慈大悲，在六道三途里面救拔这些罪苦众生啊，对恶道里面出来到人天中啊，人天当中的乐，比起三恶道，那真是命恶咯。咱今仔日的人生，在人间所受的是苦啊，是真苦啊。尤其是现代社会，最近半世纪以来，咱所感受到，一年比一年较艰苦。古早时阵的社会，确实咱今仔日还细细做一比较，迄个时阵的人所享受是寿命价啊。古早时阵，人口无现在遮多，你看清朝末年。清末民初，迄时阵中国的人口统计，
是400,000人，4亿，现在是13亿。人口少，社会单纯，风俗淳朴啊，人心中和。迄种社会确确实实是真值得留恋的。现在是什么社会啊？现在这个社会，如果是一个明白人，在这个社会毫无留恋啊。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圣贤所讲的大乱之势啊，天下大乱。完全脱离了轨道，人世脱离轨道，轨道就是伦常道德，是人世的轨道。人脱离了上道，地球也就无正常。咱所在环境，你个看灾变异常，现在大家非常明显感触到的是气候无同款，无正常。根据历来记载，就非常明显的看出，整个世界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变化。注意啊，知影这变化影响太大，影响咱的生活，影响农耕啊。影响农耕就是影响农作物的生产，直接影响到咱的生活、衣食住行。所以你才知影，这叫做大乱之势啊！为什么造成这现象？古早人所讲一句话，不托圣贤书之过啊。道理就伫遮，圣贤是教育啊。讲到最后，归根结底，教育彻底失败啊。造成今仔日大乱的现象，咱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啊！今仔日伊家己受到五欲六尘，享受五欲六尘之乐，这种乐是啥物？这种乐实实在在讲，就比速度，不是真乐啊，有果不堪设想啊！最冷静像我讲的话，你就明了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就好。